番茄鸡蛋腊肉饭。嗨嗨嗨，各位依旧是我，今天吃啥子？包姨呀，这个番茄炒鸡蛋，对对对，我最喜欢吃的东西。然后这会是蒜苗炒的腊肉，这腊肉是来两天来给的。话不多说，吃，大家懂的都懂。哎呦哇，给个特写哇，结果。晶莹剔透的，真的，哇，好香啊！这个腊肉，真的好香啊！用筷子吃终究还是有点麻烦。番茄鸡蛋腊肉饭，又好看又好吃。